其用称重来计量的异形物料，比如螺钉、垫片等五金类物件，可以用计数器来完成计量工作。振动器将所有物料通过振动送料依次排序前进，经过光电眼的扫描同时计数，达到设定值后放入包装机上的翻斗中，依次输送到包装机制成的袋子里进行包装。成品输出后，通过重量检测，以保证成品100%的合格率。重量检测由 CJB2000 型重量选别机来完成，其原理为根据重量来进行检测，合格的成品顺利通过并进入下一道工序，如有不合格的产品则予以剔除。超重或欠重可以分开收集，并能在面板上显示出各种参数，比如合格品和不合格品的数量及总数等。